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继续参与我们经济学下这个课程的讨论。我们今天呢要讨论第三十三讲次，啊，也就劳动市场与总和供给曲线。好，那我们现在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单元的目标有哪几点哈，有哪几项？第一个当然是要了解一下我们的劳动需求的内涵，哈。那第二个要了解一下所谓的幻觉的概念哈，也就是完全幻觉、部分幻觉跟完全没有幻觉之下。 货币或物价水准呐，哈，对整个劳动供给曲线的影响。那再来，当然就是要了解一下劳动市场的均衡它是如何决定的。再者，我们也要需要知道一下不同假设下这个劳动供给曲线跟总和供给曲线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再进一步，我们需要能够比较出所谓的简单凯恩斯模型、完全幻觉、部分幻觉跟完全无幻觉之下。 这四个假说之下的总和供给曲线，它有哪些差异？最后当然就是希望了解一下啊，总和供给曲线呐、啊，它移动的因素有哪一些哈？好，以上啊就是大概是我们这个单元哈、啊，这个讲是主要的一些单元的目标哈。那为了达到这些单元目标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讲是大概安排哪些的内容哈。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劳动需求哈。第二个我们谈到劳动供给。 再接下来当然就是谈到劳动市场均衡啦、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谈到劳动市场均衡跟什么？跟总和供给曲线的部分。那最后一个，我们讨论一下总和供给曲线的移动哈。好，那在讨论我们的这个几个章节的内容之前呢、啊，我们大概要先了解一下哈，就讲在前面让各位同学知道说，哎，我们要谈总和供给曲线呐、啊，那为什么要谈劳动市场？啊，我们可以知道啊，因为一个国家的总产出。 需要透过所谓的要素投入，透过生产技术水准，所谓生产函数所能够产出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总供给曲线也总总产出的时候，我们当然需要知道要素市场的运作状况。那一般来讲啊，经济学为了简化、啊，虽然要素有很多种啊哈，可是呢，一般我们就把它集中在什么？假设就是有什么，就是有一种财一种要素，例如说劳动市场。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这章要谈劳动市场跟总和供给呢？ 最主要就是总和供给啊是，是来自于什么？是指来自于要素的投入所造成的产出所形成的。所以呢，我们要谈总和供给曲线，也就是说，我们要谈物价水准变动如何影响啊影响总产出的话，就总供给的话，那我们就需要知道物价水准的变动如何影响劳动市场供给跟需求，进一步如何影响我们所谓的均衡就业。 进一步才会影响什么？影响我们的产出。所以呢，一般来讲啊，我们要谈总和供给曲线啊，谈物价跟产出之间的关系啊，中间有个媒介，谈什么？谈物价对什么？对劳动市场均衡就业的影响。进一步才谈什么？这个均衡就业如何影响产出？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均均这个所谓的物价水准啊，跟什么？跟这个产出水准啊，就是所谓的总和供给啊，联合在一起。 啊，你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呢，也就是为什么我們这个章节啊需要先谈劳动需求、劳动供给、劳动市场均衡，接下来才谈到总和供给跟总和供给的移动哈、啊，它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哈、啊。好，那有了这个认知以后啊，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下我们第一个节释所谓的劳动市场这个劳动需求的部分。好，劳动需求是谁？我们知道哈，在要素市场里面扮演需求者是谁？是厂商。 在跟在商品市场里面是不一样的哈，因为在商品市场里面扮演商品需求是谁？是消费者，啊，不是厂商，是消费者扮演在商品市场扮演攻击者是谁？是厂商，他要生产东西出来卖，所以在商品市场他是个攻击者。可是他如何能够生产财货出来卖，这提供到商品市场去？他需要在要素市场里面去怎样去雇佣要素，雇佣劳动。 所以在要素市场里面，它是个什么？它是个要素的需求者，啊，在要素市场里面，加计单位的劳动反而是个什么？反而是个劳动供给者，啊，所以在要素市场里面，供给者跟需求者的扮演哈，就跟商品市场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劳动需求，谁是劳动需求者？当然就是什么厂商。好，那厂商要如何雇佣劳动呢？那很简单哈，一样是什么？一样是所谓的。 边际条件，什么是边际条件？想法哈，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是个厂商，我要雇佣要素来生产财货。那我在衡量上，我是怎么衡量呢？当然衡量两个哈，第一个是什么？我雇佣要素，第一个我需要支付成本，所以我雇佣这个要素需要付多少成本，这是我的考量。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我雇佣这个要素进来以后，虽然需要付成本，可是因为我雇佣这个要素以后，它能够帮我生产出财货。 我能够拿出去卖钱，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我雇多雇佣一单位的成本呢、啊，我就有什么有多余的成本的支出，可是相对我多有多了什么有多的产品销售的收入啊，这两个我就在衡量好，那怎么衡量呢？我们说经济学是什么？当然是采边际条件啊。什么边际条件？我们就要看是说我多雇佣一单位的劳动所额外需要支付的成本，跟我多雇佣一单位。 啊，劳动所额外得到的收入，我们希望怎样？希望两个相等的时候，就达到什么？达到均衡。好，那我们就去想，我雇多雇佣一单位劳动所需要额外支付的成本是什么？好，那一般我们都会假设什么？一般我们都满是假设说啊，我是厂商，对不对？我要去要素市场雇佣要素，那我要支付这个要素多少钱？理论上都是什么？我们都假设要素市场是个完全竞争市场，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所有的要素的需求者或要素的供给者都能都只能接受要素市场所决定的这个价格。好，例例如说，一个小时一百五十块，那么我要去雇佣这个要素的时候，每一单位要素每一个小时我都要负担多少？都要负担一百五十块，没有二话。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假设的要素市场是个完全竞争市场的时候，那我要素需求者就只能在。 要素市场所决定的这个要素价格之下去雇佣我的要素，所以任何一单位的要素所需要支付的成本都是怎样都是固定的。所以我不管雇佣几个要素，最后一单位要素的成本都是固定的。那这个要素成本在理论上我们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工资率啊。一般我们就说畏惧哈，我们用 W 来表示。 啊，所以呢，我增加一单位劳动的雇佣，所额外增加的这个成本，也就是说的要素的边际成本啊，是 W。这个对我来讲是外生固定的，所以我要怎么样雇佣要素呢，才能够达到我的满足感最大，好，带给我的利益是最大的？那我就要看什么？我就要看我雇佣最后那一单位要素啊，好，它带给我的生产，它能够增加我多少收入？ 好，那我们如果进一步假设什么？假设如果我卖的产品呢？哈，我生产出来产品在卖的时候，它是个完全竞争市场，也就是说，我卖的产品的价格是怎样？是市场既定的，啊，例如说，我做牛肉面，每一碗都是一百块钱，啊，不管怎么样，我生产的东西都跟人家一样，所以每一碗都是一百块钱的状况之下，所以呢，我多雇佣一个人来帮我生产牛肉面，那我能够生产牛肉面的，能够当能够增加我的我的收入是什么？ 当然就是那个价格水准乘上什么？乘上这个人能够帮我增加出来的产量，而这个产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边劳动的边际产量。所以啊，有这个图形啊，啊，有这个表格，同学就可以知道啊，劳厂商哈、啊、最适的劳动雇佣量的条件，当然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工资率等于什么？等于我多雇佣这一单位的产出，劳动所带动的产出乘什么？乘它的物价。 或者是我可以把物价水准除过去，变成什么？变成我的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什么？等于我的实值工资率，啊，就 P 分之 W，啊，W 是明目的，那 P 分之 W 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实值工资率，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劳动啊，就厂商对劳动需求的最适的条件。那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哈，那我们可以知道 W 要等于多少？W 要等于 MPL 乘上。 P 哈乘上物品的价格，也就是劳动的边际产量乘上物品的价格。那我们刚刚假设啦，假设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所以 W 是固定的。好，我们假设产品市场啊也是完全固定，所以我卖的产品的价格那个 P 也是固定的。所以唯一会变动这条方程式的是什么？是我的劳动雇佣量那个劳动哈，因为随着劳不同劳动雇佣量，我的 MPL 会不一样。所以呢，我一定要去追求到一个劳动的雇佣量。 是的，这条方程式哈，W 等于 NPL 乘上大乘上 P R 要能够恒成立。换句话说，我就可以借此找出我的什么，我的劳动需求。啊，好，那这条这个方程式啊，我们如果把它画在图形上，会是呈现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可以看底下这个图形。啊，如果我们把 P 乘 NPL，啊，画在横轴是劳动啊，雇佣量，纵轴是 W 的横轴上哈，这个平面上，我们就发现 W。 啊，任何一个既定的 W，我一定会雇佣到什么？一定会雇佣到这个劳动啊，使得我的 P 乘 MMPL 等于什么？等于 W 的时候就停止了。所以不同的 W，我有不同的劳动雇佣量啊，维持什么？维持 P 乘 MPL 要等于 W。那因为 MPL 劳动的边际产量会随着劳动的增加而怎样？而减少。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条 P 乘 MPL 这个、啊。 它会怎样？这条曲线会呈现负斜率。换句话说，当我们 W 增加的时候，我的增加的劳动雇佣量就怎样？在 W 哈，如果下跌的时候，那么我的劳动雇佣量就会增加。换句话说，厂商的劳动需求曲线是一条负斜率的，啊，而且它会完全反映价格水准的变动。 啊，价格是一块钱，是两块钱，它会完全反映在这条需求曲线上。那有另外一个处理方法是什么？是把 P 移过来，好，也就是整个用实指的，啊，用食指的工资率来代表。那这条横轴所代表是这条预算这条需求曲线所代表是什么？就是不同的劳动雇佣量之下的有不同的劳动的边际产出，它是呈现负向关系的。好，这个就是。 所有的劳动需求曲线啊，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劳动需求曲线呢、啊，如果画在平面横轴哈是劳动，纵轴是名目工资率或者是所有的实际工资率的时候，我们的劳动需求曲线都是一条什么？一条负斜率的曲线哈、啊，这是我们的劳动需求的一个部分哈、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下那劳动供给嘞，好，劳动供给会是呈现什么样子哈、啊？那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知道哈、啊，我们每个个人每个家庭单位都是个劳动供给者哈、啊，那我们可以就可以想象。 不管是民目工资率上升，或者是实质工资率上升，聪明的你，你的劳动供给会怎么样？那一般我们都会想法都是想着哎、欸，我面对的劳动供给在上，我面对的那个价格在上升的时候，就工资率在增加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多工作呢？当然会多工作哈。也就是说，一般的状况而言啊，随着民目工资率上升或随着实质工资率上升啊，好，二话不说，一般来讲哈，我们绝大部分劳动供给都会怎样？都会跟着上升。 换句话说，我们的劳动供给曲线会受 W 啊，就明目工资或者是实质工资率的什么正面的影响啊。实质工资率或者明目工资率越高，我的劳动供给就會越多。换句话说，我的总和的劳动供给曲线是个什么？是个正斜率的曲线。好，我们来看底下这张图啊，各位同学就可以很清楚哈。同样道理橫啊，横轴啊，我们可以是放什么？就是放劳动的供给哈。 那种轴嘞，纵轴我也可以用明目工资率来代表，也可以用实质工资率来代表。可是不管是实质工资率或明目工资率，它对我们劳动供给量的影响都是什么？都是正向相关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工资率越高啊，不管是明目还是实质的，那我的劳动供给。 也就会越多哈。好，那我们如果谈到这里啊，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啊，那劳动市场均衡是什么？很简单啊，劳动市场均衡当然就是什么，就是劳动需求等于劳动供给的时候啊，我就可以决定什么，决定均衡的工资跟均衡的就业量好，我们底下看这张图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哦，这条曲线、负斜率曲线就是劳动需求曲线啊、哦。我这边所展示的是，纵轴是一个名目工资率的概念哈。好，所以。 货币需呃呃、欸，这个劳动需求啊，它就是多少？它是 P 乘 NPL 啊，最后要等于什么？要等于 W，这是劳动需求部分。那劳动供给呢？劳动供给是受什么是工受工资率正面影响，它是正斜率的。所以劳动市场均衡的时候，我就可以决定均衡的工资率跟均衡的就业量，我就可以找到一个均衡的产出来。好，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劳动市场均衡哈。可是问题可能没有像同学想象这么简单，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哈，我们要讨论总和需求曲线，我们是要讨论物价水准变动以后，那我的总产出会如何变动？可是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你要讨论这个问题呢，你就需要讨论什么？讨论物价水准变动如何影响要素市场的要素需求跟要素供给，进一步影响要素的均衡什么？均衡就业量才能够知道均衡的产出的变化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刚刚是谈一个均衡。 可是我们要谈的是要谈谈什么？我们需要谈物价水准改变的时候，它如何影响劳动市场的劳动需求跟劳动供给？我才能够确定物价水准如何变动，如何去改变我的均衡就业量，进一步知道如何改变我的均衡产出，我才能够知道物价跟均衡产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问题可能没有像同学想象这么简单了。 所以呢，我们进一步就要进一步去分析说，好，那当物价水准改变的时候，那如何影响劳动需求曲线？如何影响劳动供给曲线？那进一步影响如何影响我的均衡就业量？好啦，那如刚刚所说的、啊，各位同学可以知道啦，当我们的物价水准改改改变的时候，劳动需求会怎么变动？我们可以知道哦，物产品谁在卖？产品当然是厂商在卖啊。 所以，当物价在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厂商一定非常清楚物价水准的改变。换句话说，物价水准的改变呐，厂商在劳动需求里面会完全反映出来。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劳动需求曲线是什么？是 P 乘上 MPL，也就是物价水准乘上劳动的边际产量，要等于什么？要等于工资率，明目的工资率。 所以呢，当物价水准在改变的时候，这一条方程式啊，这个劳动工劳动需求曲线啊，它会完全反映物价水准的改变，啊、哦，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相对的，物价水准的改变如何影响劳动供给曲线啊？那这个就有待商榷了。为什么呢？因为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们会整了一下这些学派的说法，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个说这个论点啊，大概有两种想法。啊，也就是说。 物价水准如何影响劳动供给啊？如果影响劳动供给，那说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一种是所谓的财政幻觉的啊，就货币幻觉。明目工资率到底具不具有所谓的货币幻觉的的说法？那另外第二种是什么？是所谓的预期哈，对物价水准变化预期的说法。好，那根据所谓的明目。 这个货币工资率啊，哈，你到底具不具所谓的货币幻觉的概念啊？大概有以下的几种说法哈、啊。那第一个，我们现在考虑的是说什么叫做货币幻觉啊？在劳动供给上啊，我们所谓的货币幻觉指的是说，哎，当物价水准在改变的时候，那供给者啊，他可能没有注意到物价水准在改变。 他是考虑到什么？只考虑到明目工资率，也就是说，当物价水准在改变的时候，那实质工资率可能也跟着变呢、啊。那我这个劳动供给者到底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有没有考虑到物价水准改变造成我实质工资率改变，使得我所赚到的所得的购买能力减少了？所以呢，劳动供给者啊，如果面对物价水准改变的时候啊，那理论上假设我们一般都會假设劳动供给者。 会不会因为有没有货币幻觉而改变他的什么？而改变他的劳动供给？好，所以呢，我们就说啊，货币幻觉的想法哈，就是劳动供给者啊，当他面对这个物价水准改变的时候，他可能只看到什么？只看到明目工资率啊，他根本不管物价水准。反正呢，我一百块钱能够赚到一百块钱，不管怎样，我赚到一百块钱就是赚到一百块钱，所以他就不会考虑到什么物价水准的改变。那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就说他具有什么？ 具有货币幻觉，那一般来讲，货币幻觉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什么，所谓的完全货币幻觉；第二个是所谓的部分货币幻觉；第三个是所谓的完全没有货币幻觉。好，这个货币幻觉的基本论点是这样。那可是有第二种说法是什么？透过所谓对物物价水准的预期的想法去说明啊。 这个劳动供给者面对物价水准改变的时候，他如何去影响他的什么？他的劳动供给？那这种预期的概念一样哈，有所谓什么完全没有预期？这个完全没有预期的概念，就跟什么一样？就跟我们完全有货币幻觉啊，货币我完全有货币幻觉的情形，完全一模一样哈，那也有一种什么？是完全预期啊，就是理性的预期，他完全知道物价水准的变动。那这种完全预期啊，就跟什么？就跟完全没有货币幻觉的概念一样。 那有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就是跟部分幻觉一样，就是我知道物价水准在改变，可是我不晓得它变化多少。我预期物价水准的变动都比什么？都比实际的物价水准变动还来的低。可是呢，不管是哪一种说法，不管是货币幻觉的说法，还是预期物价水准的说法，其实最后他们都会有一致的结论。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借此就可以知道哈，当劳动供给者到底以由于尤其以有没有货币幻觉来看。 劳动供给者对物价变动的影响，大概就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种是完全没有动，好，为什么？因为它完全货币幻觉，好，价格改变对他来讲是完全没有影响的。那第二种极端是什么？第二种极端是哇，这个劳动供给者非常聪明，好，物价水准的改变了，他可以完全的知道，也就是所谓的完全没有货币幻觉。那第三种就是什么？第三种就介于这两个之间，也就是什么？只有部分幻觉。 好，我知道物价水准在改变，可是我并不知道物价水准竟然变化那么大，啊，这是这三种的。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当我们有讨论到这三种物价水准改变对劳动供给者的影响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当我们去讨论物价水准改变对整个劳动市场影响的时候，那么也会产生三种状况。好，那以下我们就透过什么？透过图形来加对这种三种状况来加以说明。哈，好。 第一个啊，就是所谓的完全有货币幻觉的状况之下，好，这有完全货币幻觉，我们知道哈，需求的部分 OK 没问题哈，物价水准如何变，它都可以完全反映出来，啊，可是，在完全货币幻觉之下，劳动供给者有完全货币幻觉之下，劳动供给曲线呢，完全不受价格的影响，所以当物价水准在改变的时候，它都不动的，所以由此可知，当有货币幻觉的时候， 物价水准的上升一定会带动什么？带动均衡就业量的增加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完全货币幻觉。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个另外一个极端啊，这个图形就是完全无货币幻觉的状况之下。那什么叫无完全无货货货币幻觉？也就是劳动供给者啊，对于这种价格的改变啊，他完全知悉。也就是说，即使他预期，可是他是完全预期的。 啊，当 P 零上升为 P one 的时候，它在预期价格改变的时候，它能够完全预期到，也就是说，它能够完全掌握住物价水准的改变。换句话说，物价水准的上升就会导致它怎样？导致它供给劳动供给曲线的左移，也就减少。而且它减少的幅度啊，会跟什么？会跟我们的劳动需求曲线的变化幅度一模一样。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是均衡的就业水准是怎样？ 是不会改变的。这是当我们有存在完全没有货币幻觉的时候，那均衡就业量是不会改变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处于完全有货币幻觉跟完全没有货币幻觉之下，所谓的部分幻觉的状况。我们看底下这张图，好，那这张图所代表含义是什么？是需求完全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物价的改变。可是啊，供给啊是部分反映的物价水准的改变。 为什么呢？因为它左移的幅度不像总需求曲线移动幅度那么大。好，所以在有部分幻觉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知道最后均衡的就业量它会增加，可是它增加的不会像完全没有货币幻觉之下还来得多。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当物价水准改变的时候，它如何影响到劳动的供给曲线？我们有所谓的货币幻觉。 好，没有货币幻觉，还有所谓的部分货币幻觉。好，所以以上啊，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好，当物价水准改变的时候，它如何影响？透过我们的基本假说，哈，有没有货币幻觉存在的状况之下，它如何影响均衡就业量？进一步的，我就可以进一步来讨论说，好，那么在这些三个假设不同假设之下呢，那我的总和供给量，这个总和产出吧，它会如何的变动？所以呢，一样的道理。 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什么？要谈物价水准改变以后，透过刚刚的分析，我们就知道均衡就业量的改变。那在透过均衡就业量改变，我们透过所谓的生产函数，我们就可以知道产出的改变是怎么状况。好，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大概就来先来看一下，有完全货币幻觉之下，我们可以知道有完全货币幻觉的状况之下，物价水准的改变，它并不会影响货币，并不会影响劳动供给曲线的。 所以，当物价水准上升的时候，劳动需求劳动需求会增加，可是劳动供给不变，所以均衡的就业量就会增加，所以均衡的产出也就跟着增加。好，底下我们透过这张图形来加以说明哈。好，这张图形所说明是总和供给曲线如何形成的。可是我们是假设什么？假设在有完全货币换取的状况之下，也就是说，我假设物价改变的时候，劳动供给者完全没反应。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当物价当 W 当物价是 P 零的时候，啊，明目工资率是 W 零的时候，那劳动的需求是 D 零，跟劳动供给是 S L 零，所以所决定的均衡就业量是 L 零。透过我的工生产函数，我就可以知道我的产出是 Y 零。那在产出是 Y 零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哦，P 零对应一个产出是 Y 零，所以这一点是什么？这一点就是总和供给曲线上的一点。 好，那我现在讨论什么？我现在讨论说，哎、欸，当当物价水准上升呢？当物价水准上升，从 P 零上升为 P one 的时候，那我们看，啊，这个劳动市场会怎么影响？那我们刚刚已经说明了，物价水准的改变啊，劳动需求曲线會,会完全反映出来。可是因为，在完全货币幻觉状况之下，劳动供给曲线完全没反应，也就是它完全不会因为物价水准改变而改变。所以，就因为只有这个结果，所以我们知道。 透过物价水准的改变，在完全货币幻觉之下，啊，劳动市场均衡就业量就会从 L 零到 L one，啊，明目工资率会从 W 零到 W one。所以当 L one 的时候，我们所对应的生产函数，我们就可以知道整个产出是多少，是 Y one，也就是 P 零所对应的均衡产出是 Y one。所以我们把这些不同的物价水准所对应的不同的就业量，所对应不同的均衡的产出，我们把它连线起来。 这条线就是我们所谓的总和供给曲线，啊，总和供给曲线。好，这是什么？这是完全换有货币换觉的状况之下。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如果完全没有货币换觉，那是什么状况？我们底看底下这张图，啊，这张图是谈什么？是谈完全无货币换觉的状况之下。那完全无货币换觉一样哈，如果谈无完全无货币换觉，当物价从 P 零到 P 万的时候，那么实际上需求会。 会完全反应。那因为没有完全货币换，完全没有货币幻觉，所以劳动供给也会完全反应。所以它们的变化幅度会一样，所以最后物价水准的上升，这所造成的均衡均衡就业量并不会改变，所以均衡产出也就不会改变，所以总和供给曲线就会变成一条垂直线。这是什么？这是完全无货币幻觉的状况之下。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是有部分货币幻觉，那很简单，部分货币幻觉就是什么？就劳动需求。 曲线或会因为物价水准的改变而改变，可是劳动供给曲线呢？劳动供给曲线它只会部分反应，也就是他知道物价水准在改变，可是他不晓得改变多大，它预期是比较低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部分货币换取的状况之下，在物价水准上升的情形之下，会造成 L one 的增加，好，就是就业增加，好了，工资也会增加。 产出也会跟着增加，所以 A S 曲线也是什么？也是一条正斜率的曲线。好，有以上啊，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啊，好，劳动供给者啊，对于不同的货币换取之下，它有不同的均衡的就业哈。就为什么？因为劳动供给变化不同，所以有不同均衡就业，有不同的什么均衡产出的变化。那这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透过底下这个图形来加以说明哈。好，这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哈。 当完全没有货币幻觉的时候，总和供给增加最多，均衡就业量增加最多，也就是这条曲线。那如果有完全没有货币幻觉的时候，那就回到古典学派这条曲线，它是垂直的。那如果只有部分幻觉人，那就什么？那就是 A 这条曲线。好，那简单卡恩斯模型，物价水准不动之下，就是 AS double triple 啊。好，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就不同假设之下的这个所谓的劳动供给曲线变动对于。 所谓的总和供给曲线的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啊，我们总和供给曲線会因为不同的假设啊，至少会有这四种状况哈。同学大概可以知道一下。好，那最后啊，我们就来谈一下啊，最后一节我们来谈一下什么因素会造成总和供给曲线的移动。那概念上很简单，什么会造成总和供给曲线移动？除了价格，除了物价水准以外，会造成总和供给总劳动供给、劳动需求移动了，都会造成什么？都会造成。 所有总和供给曲线移动，例如说生产技术的进步啦，生产要素的质跟量的改进等等的，哈，这个都是哈。好,好，例如说预期物价水准也可以哈。好,好，那今天基于的时间关系，我们看到的这个生产技术啊，哈，还有我们的劳动跟质跟量等等都会影响哈。好，那我们今天基于的时间关系，我们就讨论到此，好，再见。